你选一个。那我指定选这个，这个都扣都扣不上，这指定多呀。确定吗？你确定。等我吃完你再吃。啊，行。一会儿馋死你。看着我吃啊。完了，到我了，你给我找打开来。噔噔噔噔，吃吧。饭了，我今天吃个河粉，他吃个酸辣粉。我们的晚饭。那就是发日常。我做的糖醋鸡蛋。嗯。也夹不起来。你都吃去呗，这边说让你都吃，这边吃了。
吃点豆腐你吃吧，豆皮。我痛风吃不了豆腐。老事儿的那种啊，这一盒够谁吃啊？我给你。Mm-hmm.